两块鸡蛋，我靠，头前还顶住嘞。蛋顶住，顶住着。来，对，鸡蛋看头前。在啊，七点才开始进行啊，正式活动伫咧九点开始啊，迄有规工的活动吼、哦、啊，伫咧遮我伫咧邀请着咱所有观众朋友再来参与哦。咱透早七点就进行，那搁过来咱九点的时阵吼、哦，咱有真侪 DIY 的活动哦，拢会使来报名参加。我、哦啊、上届主要今仔这边吼、哦，嘛有真侪来甲咱到旁边到支持的，做一个闯关的活动吼、哦、啊，只要在园区里面闯关成功，难得有免费的冰棒、哦、可以来品尝、啊、所以今年的节目同款非常精彩。我、啊、想个主要就是邀请咱所有观众朋友会使来品尝，就讲咱今年吼、哦，咱鲜花咱所有遮的草莓果农用心种出来这个成果、啊，希望咱各位观众朋友多多来感鼓励，多多来感支持，咱一公车买咱到。咱吼一般的消费者吼、哦。拢对咱这个草莓哦，产生一个错误的观念吼，拢认为讲哦，草莓油啊怎足重，其实无影。草莓伊足惊油啊，哦，所以你油啊根本都唔免讲偌重，哦，只要你长啦够有水，哦，够了有健康，伊自然就病菌就少，哦啊，所以即摆哦，社会咧进步，农业嘛是过咧进步啦，伊所使用的有哪拢是较健康无毒的物件哦，药物哦，所以哦。大家好，伊吼，咱这个拢朝向这个生物科技的这个物件，哦，所以哦，大家消费者哦会当安心来个使用，哦，拢会当安心落去个食。对草莓哦，对咱身体足健康的，哦，伊营养价值足高。